What?现在破败加强，感觉鳄鱼也很舒服，无敌了呀！嗯，下路来了，先动手。但是不艾克来了，打大位在的，而且这波球又没闪开，球就自己要捐了，给个治疗加速，打个三环，感觉球就是捐了。是，但人头是被女坦点火烫下来了。而且这把其实滔搏前期节奏起不来的话，中后期打的挺难打的。是。这边双 C 都带的进化，再加上是个艾克，很难受。哎，感觉上路有点危险啊！哎、上路要单杀了，死了呀！开个盾，哎呦，三六九是真的心大，哇，这石头人也不敢打，哎，被兵看到了，拼了信号，这波要越，但这波越的话只能杀 Loken 啊，感觉，截斩截到，潘森来了，这波是有中路的一个支援，闪现过来，潘森一标先收 Loken， 后续绿毛也是塔下，这波应该是等死了，是人头看给谁，潘森先戳一下塔，跳上来一技能扛塔拿到两个头，这波 Loken 应该也没吃经验，就吸吸经验。上路想动铁男，铁男这边有大招的呀，闪现约不给你放大，漂亮，七零五打得非常七零五打得非常果断，一个破败打两个多蓝，嗯，想晕球球，感觉定住了，球球有水银鞋，这边鳄鱼上来给一套，但是维鲁斯也来了，这波再给上一个治疗，维鲁斯大招定住，感觉有点危险，赶紧交一个大招，潘森也支援过来，跳下来，七零五是没有闪现的，女坦也过来，哦，这一剑直接应该是带 W 的，刀上就亏了，又想来约三六九，但这边有个眼，这波约的话，技能衔接不好的话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大招，哎，能不能关出来？不错，能不能放出来？漂亮。让七零五也体验一下有队友的快乐，也体验一下十三分钟上对面高地的快乐啊。哎，潘森来了，大黄金落到正面，但是后面落了一个太阳圆盘，鳄鱼被秒，潘森这个异形举得非常好，举完之后交出闪现，自己没有死，队友正在支援的路上，防御塔锤了一下后面的打野，女坦一钩勾到了正在支援的 Frantic 交出闪现，触发灵光披风，一个大招定住绿毛，绿毛交出闪现，说还想追，但是没有留人技能了，直接掉天躲了女枪的枪林弹雨，落地之后啊，子弹时间落地之后，泰坦再开出一个秒表，这个 W 没有遇到任何人，泰坦秒表结束，在闪现时直接留住艾克，艾克这位置已经没有大招，只能跑，但正面潘森因为值得过于冒进已经被，感觉现在京东其实打团战不是很虚啊，这几波艾克这个立场放的都还可以，想开节俭节道，一没有指道有钩子，收益不是特别高，嗯，收益不大，嗯，但京东也不想给，踩了一下，哎呦，这位置晕出两个人，感觉还可以，进场这个位置第一时间秒球就球直接被秒了，上一个大招掩护一下队友，三方一个推是推空了，铁男点了绿毛，绿毛被铁男锤死之后，铁男在四人的包围圈当中感觉也活不下来，双方现在打成一换二，哎，这样划算呀，嗯，换的全是实打实的经济，看这波。这波其实第一时间进场两个球球上来直接卖自己，但是现在京东输出实在太高了，根本扛不住，铁男也没啥办法，哎，感觉团战都结束了，哎，野区看到一个卡纳维节俭，但是后面他也被开了，而且蜘蛛这边掉天掉的很快，维洛斯一个大招，潘森还没有进场，侧面打起来，潘森一个做做出一个闪现，铁男一个拉绿毛，这边先被秒，铁男在侧面一直找机会，一点点了一个沙皇，卡纳维也死了，而且正面鳄鱼这边一打三感觉有点吃力啊，被风筝致死，而去然后两个人先选择集火一套蜘蛛，然后再靠近球球这边也来了，伞兵一号来了，被发现了，定一下直接打一套大招都交了，想打卡纳维一个大，维鲁斯他打空了，大黄金雨落的位置好差呀，跟队友分割的很厉害。这波，哎，下面还有个铁皮人，看一下踢了，踢绕后了，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人发现他。
啊，有一个眼，发现有一个眼，有一个眼，哎，勾到了，留住了卡纳伟，但卡纳伟这边很灵活，赶紧往后跑，简单拉了一下队友，没人能跟，也没有选择把大招用上。接团，这位置过来，看到艾克，潘森一毛节俭戳空，中路想开，球这边开进去，金卡准备拉回来，金卡的位置不太好，再开一个三个十分甲一个啊，空了，鳄鱼先进场，被点了，点了神仙点，点到女枪，女枪这个计划是瞎交了，女枪要被单切死了。切死之后，铁男出来吸了属性，开一个中亚。鳄鱼这边虽然扛得不错，但秒秒结束，感觉要死，死一下换掉了对面的铁男，但拿起来大光镜直接落地踩死了两个，再闪现过来做出绿毛，绿毛完全被高铁男走不掉了。是吧？我是不是办语言不错？可以，对吧？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没问题吧？这龙快打掉了。打起来，一勾勾到绿毛，侧面鳄鱼开大招，加尾石板甲先开起来，铁男点的是绿毛，想杀辅助，鳄鱼这边扛了一下，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扛不住，辅助这边铁男切死了，一个狙击枪推回铁男，铁男开启自己的中亚，女枪这波大招还可以啊，感觉有机会收割啊，拉扯之后现在是四打四的残局，再补魔法又看一下，你看楼坤这位置，这波放大就很舒服，主要铁男大招关了，这波学聪明了。他这一个大招直接让 Fortico 这边啥也没干，输出不了，输出不了了。嗯，想上来输出又有三个沙兵，但是远古龙已经在打了，蓝色水发现打到八千血、七千血，要逼团，京东必须要打呀！这波鳄鱼直接开大招上来叠怒气，被节俭勾勾到鳄鱼，鳄鱼这波是没有纯恶甲的破败，多一下三六九有点迷茫，打龙还是打人？鳄鱼这边直接先被击杀了，潘森从侧面过来，直接把沙皇大招推出来，但这个位置龙肯打的贼好。可是好像也就这样了，沙皇已经被铁男点死了，是铁男再一次把目标瞄准了 Loken 交出闪现离开正面战场，但也宣告了正面要打不过了，这波把黄金切死了很关键，大王星运追击，风龙的加速跑得贼快，再进化继续跑，一个 Q 先戳死一个，再做住一个，谁都别想跑，手子哥杀疯了，脚闪卡萨直接闪现过墙一个节俭，那这把应该是一波可以结束比赛，我觉得滔博这把美国团打得很好，好起来了，真的，滔博这把美波团，他们有一波团打出问题，这局都输了。是，而且真的，球球这个开团兄弟不说了，有你当年的影子，可以把我的优点都继承了，真的继承了猫皇最高光的时刻，对吧？这把确实没啥问题，他是滔博这边开团距离最远的，嗯，但是他。球球听得到吗 ？Hello，Hello， 哎，跟我们线上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嗯，大家好，我是战队的，哦，不好意思，哎，我是 TS 的辅助球球。可以，故意的，我看出来了，好吧？今天看到猫猫就想到了。好，好，那也是首先恭喜你们拿到了今天比赛的胜利，然后也是成功的帮助滔博拿到两连胜，嗯。我其实个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从你上场之后，滔博的发挥越来越好，而且我明显感觉你上场之后，大家无论在打团还是在角色上面，都要比原来清晰很多。你给他们带了什么秘密？你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支队伍有一个比较快而且比较大的转变？其实就是我上场之后，队伍的氛围就比较好嘛，因为我继承了猫皇的，我先传统。我都说了。是吧，所以大家都比较轻松吧，哎，对吧，之前我跟管哥说，说你之前说白色牙要把你培养成下一个我，是吧，现在是不是就往那方向走的，嗯，吸取我的优点，确实是吧，是的是的，球球其实性格还是很好，好，就是你上场之后队内气氛更活跃了，是吧，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嗯，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其实你们选到了一套相对比较拼的阵容，尤其是中单潘森加蜘蛛这样的阵容。然后我有注意到，就其实你们这个赛季这样的阵容在之前选的是比较少的。那最近是有更多的往前期拿到优势这个阵容方向努力，还是说就是你上场之后，你们更像于打这种比较接控制链，然后打团的阵容？其实我们训练赛用这种阵容也比较少，就突然选出来之后，我都有点慌，说实话。就你都觉得这套不一定能打得那么好，是的，是的，但是没办法，选都选了，对吧？教练是的，教练选的阵容，这硬着头皮也得打完啊。剩下的问题都交给你来。我其实也没啥好问的，就反正感觉球皇现在也挺稳了，好吧？哎，恭喜球皇一手，哎。就之前他们一直输的时候，我就问球皇，就有没有机会能动一动？球皇就天天跟我说，哎呀，不行不行，打不了，结果现在上场，结果现在上场还打得很好。那我再追问几个问题吧，好吧？
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其实在 BP 上对面非常针对你，在第二轮直接搬掉了两个辅助英雄，而在搬掉锤石的时候，猫皇说他锤石玩的比你好，你觉得这个是事实吗？讲道理，猫皇当初跟我走下路的时候，锤石上过韩服王者800点，我现在还没积分数呢。你看看，可以，老搭档了、哎。我都不是吹牛，我这个人真的从不吹牛，没有任何问题，好吧。然后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两个 BO3 当中 ，Knight 的发挥是很出色，两场比赛都拿到 MVP。那此前其实也看到，在滔博可能状态不太好，一直输的时候 ，Knight 也有过一些比较犹豫啊等等，状态也没有现在这么好。那最近你们的队内气氛怎么样？然后包括 Knight 本人，你觉得他的状态最近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最近队内气氛，因为我们训练赛输的比较多，队内气氛，但是队内气氛却还 OK， 就很神奇。然后 Knight 本人的话，就他是属于那种可能第一天训练赛发挥有点拉胯，但第二天很快就能调整出来的那种选手，就很厉害。哦，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第一局的时候，最后 Fantic 的厄斐琉斯是拿到五杀了，然后你们也是非常积极的给他让了五杀，当时是怎么交流的？然后他拿到五杀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他拿五杀之后，我们都夸他牛逼，就很猛，然后还说一句我们经理笑了。哦，就给他自信了，浩哥都笑了，等了两年终于等来了。浩哥说你们之前对吧一直骂我说什么我看人不行对吧，现在终于等来了一个能够让滔博扬眉吐气的 AD， 而且确实你们当时全队都在为他让这个人头，也非常的暖心，毕竟舰队基石了对吧，今天上来之后感觉还是有作用的。是，那也再一次恭喜滔博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球球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最后球球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还有猫皇还有所有关注你和滔博的人说的吗？就谢谢大家进来的支持吧，然后也希望猫皇说不定等我以后退役之后多带带我在那个解说这方面对吧，你这退役不了了呀感觉。然后管哥好吧，到时候夺冠了帮我选个皮肤，哎，有皮鞋，夺冠那个皮肤上有一个猫的头像，就把你也做进去是吧？好，感谢球球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再一次恭喜你和恭喜滔博，希望你们能把今天这样的好状态继续延续下去。谢谢球球，拜拜，拜拜拜拜，好。